如何套路老板穿黑丝？穿谁的黑丝啊？咋的了，刘总？我让你给我买条包的货，你给我买的是啥玩意儿啊？就是在商店没有白丝了，肉丝没到货，渔网。你跟我开玩笑的吧？你赶紧给我个科学合理的解释啊！那我跟你说，物理你学过吧？学过。物理里边黑色它是不是吸收热量？啊。那太阳光有没有热量？有啊。那太阳光照到黑色的东西上面，它是不是能加热？是。哎，你这么说还真是为了保暖啊。那是，那我能骗你吗？而且这穿黑丝的好处可太多了，它能防水，还能促进血液循环，预防你静脉曲张。都跟谁学的呀这些玩意儿？上班时间怎么又迟到了呢？不是刘总，看穿一丝饿了。